坐上了小健家的新车，本来预定要去八月滑雪的，可是杨子却临时插队进来。跟往常一样，因为杨子的自我感觉良好，让小翠觉得快要火山爆发。我想，这就是所谓的水火不容吧。火焰对决，小翠对杨子。奶奶，奶奶不在家吗？人跑到哪去了？喂，啊，请问小翠在家吗？我就是小翠啊。 Lucky， 我就是国二的 Happy Boy， 我很乐意当你的男朋友啊。谁啊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啊，没有，我讲真的，只要是为了你，到哪里都会被打这种变态电话，可以啊，我可是会去报警的。哎，小翠，真的很烦哎。喂，你好。喂，请问你是小翠吗？我就是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跟我做朋友好不好？你说这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在杂志上看到的。杂志？你说的杂志是什么杂志啊？抱歉打扰啦。我已经达到忍耐的极限了。冷静一点，小翠。不行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冷静了。你说的就是这本杂志吗？对，你看这里，就是这里，小红豆。我是一个孤独的少女，期待温柔的你来电，小翠。他说在半个钟头之内就有四个人打电话过来，到底是谁会做这种恶作剧啊？会做出这么卑鄙事情的人，除了杨子，没有其他人了。可是没有证据啊。他的个性就是证据啊。对了，这本杂志以前登过杨子的照片，对不对？小翠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找杨子，跟他做个了断。什么？小翠，别这样，你还是稍微冷静一点吧。你们不要阻止我，我跟杨子命中注定，早晚都要对决的。在这之前，我想还是先调查一下，是不是真的是他做的比较好吧。问题是，你认为杨子会老实的招供说这一切都是他做的吗？总而言之，先跟永珍珠讨论看看再说吧。是，没错。因为有个女孩被盗用了名字跟电话号码，现在感到非常困扰。那么一切就拜托您了。他们现在要去帮我们查一下。麻烦你了。这种事由大人来交涉，处理起来比较容易。不过，我觉得不是杨子做的。怎么说呢？杨子再怎么样，也不可能做出这么过分的恶作剧吧？话是没错啦。可是杨子有时候真的很过分嘛。啊，是。啊，所以是县市区码代号看错了吗？哦，这样啊，我明白了。谢谢你。他们的编辑部在矫正上出了错误。原来如此，是电话区码印错了。而且名字刚好又跟小翠同音。永珍珠，事情果然跟你说的一样哎。我们最好赶快告诉小翠比较好。就算你说现在要过来，可是我正准备要出门呢。你以为你赖得掉吗？奇怪了，我又没做什么，又要赖什么？你不可能不知道原因吧？你不要乱说话行不行啊？你听到了吧？我妈在车上等着我呢。明天你随时都可以过来。知道了，那我明天下午一点到。可以啊，再见。哼，水仙不开花，装蒜。该不会又是看到杂志打来的无聊男生吧？喂，你好。啊，是小红豆啊。这是真的吗？对啊，是永珍珠的妈妈帮我们打电话到杂志社去问清楚的。喂，小翠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早点打电话告诉我呢？你的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啊。小翠，难道你已经……啊！这下我该怎么办才好？你动作太快了吧！都是我奶奶不对了。我本来想找我奶奶讨论的，可是我奶奶一直都没有回来。小翠，那本杂志的事应该没有跟杨子说吧？
既然这样，就假装是去找杨子玩，不就好了吗？这样子反而更奇怪吧？我跟他又不好，怎么可能突然跑去找他玩嘛？嗯，这样的确很快就会穿帮。小红豆，你救救我了！是江有兰呢，非得在这里征友才找得到男女朋友的人，真的是太可怜了。孤独的小翠，这个电话号码。果然是小翠家的电话号码，她明明就很讨厌男孩子啊，竟然还写信到这里征友。原来是这样，是这么回事啊。真高兴你们两个都能陪我来，谢谢。我们只陪你到门口而已哦。啊，别这样了，如果我们也跟你一起去的话，杨子一定会起疑心的。小翠，你快点走好不好？现在已经过一点钟了耶。因为我现在心情很沉重，所以走不动了。啊！杨子家的车从车库开走了耶。杨子一家可能又要出门了吧？是小翠吗？请进。在。请进，我妈妈跟我爸爸今天刚好有事出门了，那只剩你一个人咯，这样不是比较方便吗？嗯，好啦，快进来快进来。嗯，请用茶。谢谢你。这个是我奶奶叫我拿过来的。啊，不用这么客气嘛，我也会帮你介绍的。介绍，就小翠你来说呢，小静跟小成那种类型根本就不适合你啊。我看呢，还是六年级或是国中生比较好。等一下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不要再装了啦，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呢。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想不到平常你这么有精神，竟然会有这么严重的烦恼啊。在征友之前应该先找我讨论一下的嘛。不过你可以放心，要找适合你的男孩子就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会帮你介绍的。你说够了没有啊？为什么我需要你来帮我介绍男朋友？没有必要。那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啊？我只是想来看一看你会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而已。啊，我差不多也该告辞了。小翠，你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……我不要听你说什么因为，就照你平常那样大大方方的说出来不就得了？那我就说了，这个投稿征友，我本来以为是你搞的鬼啦，我以为你用了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。啊，你说我？不过我很快就知道这是个误会，我是来向你道歉的，对不起。怀疑我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竟然一口气全说出来，真不愧是小翠。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但是杨子可能还是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吧。我都已经跟他道歉了。我只是觉得杨子一定不会这么简单就算了，说不定真的是这样。他不打算善罢甘休的话，我也不是好惹的。我就突然把门给打开了。小翠，你在狼吞虎咽啊？你哪时候也是看到我狼吞虎咽啊？你今天是不是跪在地上跟杨子道歉呢？你说我跪在地上跟他道歉啊？等一等，这件事是谁说的？永珍珠告诉我们的。是永珍珠说的。哦，他们来我家玩的时候刚好杨子打电话来啊。那是杨子跟你说的了？对啊。别开玩笑了，我根本就没有跟他下跪过啊。可是你不是有道歉吗？那是因为我说话太快了。杨子他有时候是夸张了点，你就原谅他嘛。
好不好，小翠？小翠，小红豆，你不要追过来，我想好好静一下。现在选出负责三月告别远足的实行委员，分别选出两位男同学和女同学。永之助，我赞成，赞成，赞成。小丽媛同学，你愿意吗？好。我，女生的话，我愿意提名我自己。贤媛同学可以吗？赞成，赞成。小红豆，你也去选实行委员嘛？啊，可是还各差一个人，有没有人要候选的呢？主席，我可以推荐一位同学吗？嗯，哦，当然可以了。请说。你是小红豆啦，小红豆。另外一位女生，我想推荐的是儿玉同学。等一下，永之助，这个组合挺有意思的嘛。儿玉同学，你愿意吗？这个，我想儿玉同学可能不太适合哦。我愿意接受。女生已经决定了，那么另一个男生，我由高柳同学担任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小健，你不是很讨厌当什么委员的吗？因为呢，我想要在一旁观看小翠跟杨子的对决嘛。所以你才要选啊？答对了。早知道我也应该参加候选的。小健，你怎么可以用这种不认真的动机来当委员呢？最不认真的应该是永之助才对吧？你说永之助？永之助可是让杨子跟小翠对决的人呢。嘿嘿，这件事一定很有看头。不可思议乐园、拉面博物馆、健行，或是参观报社、溜冰。镰仓缆社，其他还有什么地方吗？大概就是这些地方。如果是不可思议乐园的话，用我爸爸的关系可以打折。还要用什么关系？感觉真不舒服。如果是去镰仓缆社的话，我奶奶就会很满意。要去参加远足的人可不是你奶奶哦。如果是去拉面博物馆的话，就能吃遍日本所有的拉面了。要吃拉面的话，到你家吃不就好了？总而言之，请大家就从这几个地点选一个出来吧。选之前就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我觉得不可思议乐园非常的普通啦。对有恋奶奶情节的小孩，也许普通了一点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样好了，这个星期天去勘察一下好了。勘察？小红豆，你可以陪我去不可思议乐园勘察吗？可是我又不是执行委员。我一想到又要跟杨子在一起，我的胃就开始痛起来了。那你就说你肚子痛不能去啊。可是我要是一休息，又不知道会被杨子说成什么样子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去问问看永之助的意见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小红豆不要去比较好。可是小翠她，小翠和杨子他们两个都没有单独好好谈谈的机会，不是吗？可是他们一说话就会吵架啊。是这样吗？说不定这样反而会是他们重修旧好的机会。哎，难道永之助，你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推荐小翠当委员的吗？对，既然要争论，就让他们彻彻底底的争论比较好。哎，永之助，你一点都不了解，女孩子跟男孩子是不一样的，这样太乱来了啦。是这样吗？会不会是你对他们太好了啊？我知道了，随便你。真是的，我干嘛为了小翠的事跟永之助发脾气呢？那这里的话，玩一整天都玩不完吧。可是这里的入场费也太贵了一点吧？这次可是五年级最后的校外活动了耶！我觉得镰仓缆社还比这里便宜得多。这应该不是钱的问题吧？既然都来了，就玩点什么东西吧。摩天轮不错啊。摩天轮？
原作哎。先等一下，来，女士优先。永之助，快点！我们两个要做下一步。等一下，永之助！各位来宾请注意，南小学的永之助，你的胆子好大哦！小丽媛永之助同学，请你尽速前往。是找永之助的，会是谁呢？多虎老师，因为我正好有时间，所以过来看一下。老师，你别吓人好不好啊？哎，神元他们人呢？在那上面。那个，你先说好了。我看还是你先说吧。不知道，摩天轮停下来了耶！老师，该不会是发生问题了吧？一动也不动了，应该是故障了吧？不要一副跟你没有关系的样子好吗？慌张也没有用啊！啊，最高点不是超高的，会晃动了，你不要动！原来杨子你有惧高症啊。我才没有呢。搭乘摩天轮的各位来宾请稍安勿躁，静候机件复原。要我们静候是什么意思啊？应该表示要修好会花很多时间吧。啊，留在这种连暖气都没有的车厢里要是冻死了怎么办啊？想太多了啦，很快就会修好了。好久啊，这下事情不妙了。永之助，我去打个电话给小红豆。啊，是真的吗？永之助，而且要修理好似乎要花很多时间呢，可以的话请帮我们准备一些热的东西过来。我明白了，我马上过去。好漂亮的夕阳，杨子你也过来看看嘛。现在没有那种闲情逸致吧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有带巧克力哦，要不要吃一点啊？我是不会接受你的施舍的。那好吧。啊，小红豆，后来还有联络吗？好像还没有修好哎，不会有问题吧？好了，上车。变得越来越冷了哎，我都快要冷死了。谁叫你爱漂亮，衣服穿得这么少。好冷哦，像冰块一样。我的血液循环不好。拜托，既然知道还敢穿这么短的裙子啊。小翠，你好暖和。我又不是暖炉，别这样了。难道我们真的会冻死在这里吗？真是短暂的人生啊。你在说什么啦？杨子，你在这里睡着的话真的就会冻死哦。杨子，好臭哦。哎呀，不要吓我嘛，真是的。真没想到原来你也会担心我啊，小翠。这是当然的啦，要是你死了变成妖怪跑到我家的话，那我怎么受得了啊？小翠的心地还蛮善良的嘛。我本来就很善良啊。还动起来了。你看，真的耶。我是不会跟你道谢的。我才不稀罕你跟我道谢呢。永之助，小红豆，
摩天轮刚好又有动作了，太好了。各位同学，抱歉让你们担心了。脸皮真厚，刚才明明哭得要死要活。小翠，好好的抓紧我的手吧。一定很冷吧？来，暖个身吧。谢谢你，伯父。我不客气了。好好吃哦，身体好暖。他们两个比起以前关系改善了不少，不是吗？好像真的变好了耶。也许永之助的想法是正确的，因为梁子跟小翠他们两个人以前绝对不可能坐得这么近。希望他们两个以后也能和平相处。啊，永之助。还有，你们的肚子也饿了吧？让你们也吃一碗热乎乎的拉面吧。拜托你了，老爸。好，拉面四碗。我也来帮忙好了。啊，我也是。小红豆。还我。哇，小健真是吓坏我了。有什么好吓坏的嘛？永之助他为什么表情看起来那么哀伤呢？后来虽然我好几次都想问问永之助关于那个时候的事，结果都没有问成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害怕问他。永之助要求我让他看看交换日记，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看呢？而且他最近特别温柔，一定有问题，该不会又有什么事瞒着我吧？我们不是约定好了什么事都不可以隐瞒的吗？下一集小红豆，春天来了，奇怪的永之助，为什么会觉得这么不安啊？ただ寂しくて、ただ恋しくて、僕ら抱き合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、ふとよぎる悪い予感ほどくように、君は解散自己。